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桃园这里了啦。今天我们要来南平路这边吃假霸牛肉面。这家牛肉面我是觉得它很厉害的是，它这边内用啊，它有免费提供豆花饮料，让你吃到饱喝到饱。而且说你吃一碗面吃不够的话，它还可以免费加汤加面。哎呦，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看这家牛肉面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Go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在位置上了啦。我刚刚有看一下它的环境啊，它的环境这边有提供豆花，还有茶水咖啡。只不过至于它这边小菜的话，就是另外计费了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点一个蒜味牛肉面好了啦。但是我现在闻着它店内这个牛肉的香味，还让我蛮期待等一下的表现会是如何。那我们去点菜吧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二十五桌吗？哎，对。好，140。哎，好的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哇，各位啊，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们才点不到一分钟，它的面就上来了。好快哦！那至于第一碗呢，我们就先吃它的原味的这个 set 啦。等等加面的部分，我们再吃它现场提供的调味啊，好不好？哇、哦，好浓郁的感觉哦！哼。各位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面可以那么快上来了，因为它这个面应该是先煮好就放在旁边的，吃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嚼劲了，它完全跟汤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啊。可是神奇的是啊，它这个汤头还有它的肉啊，我是觉得都还蛮入味的呢。OK 啊，我们第一球面吃完了后，那我们等等在加面之前啊，我们先去拿点佐料还有饮料回来再去加面吧。
你好，请问那个加面的面可以帮我煮半熟就好吗？谢谢。OK 啦，我们刚刚点的加汤加面已经好了，那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开始享用它吧。吼吼吼吼吼！感觉这碗牛肉面变得很有自己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来吧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吃完第二球面了。那我们在加下球面之前呢，我们现在吃看它的豆花啦。嗯，哎呦，这个糖水，哦，它这是很古早味的糖水。各位，这个感觉很棒哎！嗯，好了，那我们去加面吧。哦，谢谢你。哦，满满的蒜头，还有酸菜。我们就去加面吧。哎，请帮我加面。加面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我们第四球面来的哈。我是觉得我们这碗面已经吃得像沾面了，我们就先不要再拿它的调味料来加了。Thank you.
那我们再去加面吧。来，谢谢。嗯，好，各位，我们再去加面吧。汤还要吗？哎、欸，好啊，再帮我加。对呀、啊，都加了。哦，各位，还是热热的汤比较好喝啊。欸、真的有加汤有差呢，我们刚刚前几球都没有加汤，就这样冷冷的吃啊，我觉得整个感受差很多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加一点面来吃吧。哎，这热热的吃，整个感受很不一样呀。哎，谢谢。哦，我们今天花140元呢、啊，就可以吃牛肉面吃到饱，而且现场还有豆花跟咖啡。我是觉得他这家店的表现太舒服了。我是想问一下各位啊，如果我再去加一球面的话，应该 OK 吧？嗯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天这样子连续加一加，终于吃到第八碗面了，我是觉得好舒服啊，吹了耶！哦，他这球面他给的比较多呢，但对比刚刚稍早的分量，我觉得他是一次给我两球的分量哎。我就觉得这样子也好了，我们等等就可以少加一次面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了啦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哦，不过我们来说说今天吃假霸牛肉面的想法好了啦。这家牛肉面店在我之前有观众向我推荐的时候，我有先看他的价目表啊，他最低只要80元吃他牛肉汤面，就无限加汤加面的。可是今天一来，谁知道他涨价了，涨10块到20块不等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标题应该会改成
90元就可以内用加面加汤吃到饱的牛肉面店。只不过我们今天吃了一碗140元牛肉面，它的汤头我觉得算是 OK， 甘甜中带有一些五香的香味吗？它这家牛肉面的味道吃起来很像新竹的老。不过你今天问我，我今天花140元来这边吃面，然后现场还要提供甜点跟饮料的话，我未来还会再来吗？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啦。还是各位啊，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啦。还有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会员频道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哦，台中。哦，全国大饭店哦。哎呀，就是全国大饭店、哦。我之前看到的是这个，很久了。哎呀，所以我就说虾土豆，好像很耳熟，好像有看过。